对不起，拍谁拍谁，你们不知道，但是中国很好笑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想要关西班牙、巴西、法国、意大利、日本等等，冠状病毒是从那边来的，他们真的太夸张。应该不可能的，没有人脸皮那么厚了。真的，你看新闻，没有办法，这个是太明显了。靠背，他们真的太好笑了。哎，全世界都讨厌我们，我们好可怜。不过你们隐藏很多资料，让全世界有很多人死掉了吧？那个都是假新闻，是台湾才霸凌我们。不过你们还是卖很多没有用的口罩，很多不能用的快筛。那个不是我们的错，那个是坦德赛。我想不到我们可以怪谁，我也想不到。那我们要怎么办？哦，对对对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老板。我觉得最好是我们要怪别人，这样我们可以转注意力。我知道了，我们可以说冠状病毒是先在别的国家开始了，所以中国不是冠状病毒的发源地。那个会不会太夸张？不会太明显吧？哎，没关系啦，我连在媒体上说台湾是霸凌我，我都敢这样说了。假释哦，那次真的很好笑哎。好 ，OK， 我喜欢这个计划。我觉得你应该要怪你的敌人，美国、日本，就是这样吗？还有确诊很多的国家，但是这个没有逻辑。哎呦，老板，逻辑没有关系，观众比较笨。你是对的，那你赶快去找媒体要报道这个新闻，还要找医生帮我们讲话。还有，要记得吼，要敲七八毛去阿多拉频道骂他。对对对，那个阿多拉很靠腰，那个家伙最好是不要来啊。他做一个面具来吓我，如果他刚来，我们会请他喝茶了。傻逼，排比猪，靠呗！我说真的，我本来不想要跟中国有关系的影片，也不想要讨论冠状病毒。应该要了解，如果我做跟中国有关系的影片，我有一点危险啊！我没有办法去中国，连在香港转机都有一点危险。我真的不想要，但是你们太夸张，而且我发现这条新闻在台湾几乎是没了，我觉得不能不讨论了。你觉得？为什么这条新闻在台湾是被忽略？是台湾住在自己的世界吗？或是中国在某一个程度控制台湾新闻？你觉得中国散发这样的新闻，会觉得国外会相信吗？或是只不过是为了洗国内人的脑？亲爱的世界，现在你们开始懂台湾人的辛苦吗？不过很多年没有人管台湾，现在换你们哦，好好享受。如果有需要，我们可以当顾问，我们很有经验哦。亲爱的中国，这一次真的是厉害，撸来撸厉害。拜托，我在我的频道想要讨论我个人经验，不要勉强我拍这样的影片，好不好？等一下要跟其他的老外拍片。这个是空间配合，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热，我准备台湾制造品质很赞的排汗 T 恤，一整个夏天就可以烤呗。靠北，我很喜欢这集，还有黑鼠猫，喵！我知道大家只爱黑鼠猫。中国在清理养垃圾，那应该是冠状病毒的目的吧？恭喜发现台湾的财富密码，骂中国颠台湾。那我告诉你，七八毛不是中国的财富密码，我没有骂中国来赚钱，那是你做贼心虚。喵，靠北，靠北。Hello， 你们知道我来这边干嘛吗？我是黑鼠士频道的里长，我过来跟你说，你要按赞订阅。你可以不听话吗？不行，因为我是猫咪，我在拍断你吗？并没有，这个就是命令。因为我是猫咪，你是人，人就是猫奴，猫奴就是矫情。你告诉我老板是谁？快说。还有记得哦，去黑鼠士的 IG， 在那边骂他，他一定很开心。下个礼拜。天喵喵喵